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是怎么拍摄的？讨论一遍又一遍。开始。拍摄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掉下土块砸到头上，我是心里着急。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河锦绣》的拍摄现场，去探寻电视剧拍摄的台前幕后。山河锦绣，山河锦绣，山河锦绣，山河锦绣。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据说很好看，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电视剧《山河锦绣》以全景视角、感人故事、史诗般的呈现了我国西部山区两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时代贫困宣战，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贫困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的据说很好看栏目就要为大家呈现《山河锦绣》这部电视剧的诞生过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欢迎各位领导和全体演职员来到咱们电视剧《山河锦绣》的开机仪式。预祝我们在家乡的拍摄圆满顺利。一部剧的诞生是由成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共同付出而铸成，这背后饱含着整个剧组的辛勤汗水。这是山河锦绣故事缘起的一场戏，暴雨泥石流，整个剧组为此拍摄了三个大夜。往往为了真实还原场景，他们要冒着四十几度的高温进行劳作。晚上上去拍那个泥石流场景在这儿拍，然后这边是拍雨戏大场面，最关键的开始的一场戏。大家都在为即将开始的雨戏做准备。你看嘛，没来之前，这个小三和秋婆他们俩对话的时候，背景不能没群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调度都需反复确认，以保证拍摄过程中的顺利。虽然雨戏在夜间进行，但作为雨戏的重要成员，
物理特效组的全体工作者很早就抵达现场，开始为夜晚暴雨进行着准备。从白天到夜晚，十几个小时的准备，只为让观众感受到那几分钟的剧情的真实感。虽然拍摄期间真的赶上了暴雨，但物理特效组的每一位成员并没有因此而放松。毕竟雨随时会停，需要他们随时进行人工降雨，确保拍摄正常进行。在电视剧拍摄中，群众演员也是不容忽视的。山河锦绣中村民的扮演者们就有数百余名。剧中一场泥石流冲破村庄的戏份中，短短的几分钟的镜头，他们在数小时里排一次又一次，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凌晨三四点才成功地完成了这场戏份的拍摄，这期间也对演员们的身体和角色的反应进行了极大的考验。对于一人两人甚至多人的雨戏来说，摄像师需要冒雨去抓好每一个镜头，但是对于山河锦绣来说，200多人的雨戏镜头和调度都是一次空前的考验。一部好剧的塑造，除了台前演员，剧组的幕后匠人们也是夜以继日地付出着。服装组也是个需要极度细心的工种，成百个群众演员的服装要分配清楚，大到服装，小到配饰，一个都不能少。收工在夜色如漆的时候，服装组的老师们打着灯，耐心地整理着每一个收纳袋。服装组的组长说，答应人家的一定要做好，这也是每一位电视人的坚持。张圆圆六，正是他们秉承着对电视剧精益求精的高标准，才有了山河锦绣的有序拍摄。去拿点，干干干干，叫哪个？叫他一号车呀，五号车叫什么？赵光正。赵光正。好，走。四个，这几车了有？四个。你不是给一个？你上往里边去了？李娜，不要说，这不要讲。叫什么？对对对，叫什么？那边女的吧。啊，那边女的来。叫什么？玉倩。玉倩，先过来。右手边。收拾完服装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他们返回酒店还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哦，高景站了是吧？啊，行，然后咱们前村在下边呢，不行我就让他们现在给你送上去吧，送现场吧。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每一个辉煌成功的背后都是漫长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即使前行的路上遍布荆棘，他们依旧坚定努力地走下去。
邵老五在《山河锦绣》中饰演赵刚子，是一位见证了两村合并最终走上村富民强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天色蒙蒙亮，他便出发赶往剧组。今天主要就是拍吵架的一场戏，反正就是给我们家批的宅基地嘛，我搁那盖房子，刘满屯跟刘满堂不让我盖，而是跟我吵起来，把我墙都给我推倒了，还挺重的今天。与此同时，剧组的服装组、灯光组和场务组也开始踏上了新一天的拍摄征程。伴随着朝阳，他们陆陆续续抵达拍摄现场，开启一天拍摄的准备工作。Hello， 小丹来了。每天第一组进到这个拍摄现场的呢，应该算是咱们的化妆师。他们的做事准则就是，宁可提早等待演员，也不能让演员等待自己。你俩要干啥去？我说你去干啥去？你没搭理我。他说这车不是我们车。这进来你看啊。他没开本知道吗？都给我塞里边儿了，我还没啥。这个是你的。那不别了，我还纠葛呢。但他别让他永远的。哎呦，来了，咋？咋来？化妆。咋？早上好。《山河锦绣》是一部讲述脱贫攻坚的电视剧，从各个方面都要充分地向真实靠近。在妆容上面，化妆组的老师们也会根据不同演员画不同的妆造细节。主要呢是熟悉自己的角色。要根据剧本提出的这个主题呀、内容呀、还有时代呀、这个背景人物的特征和这个性格，勾勒出这个角色的身份，特别是这个眼神的部分。妆容要是不到位的话，会导致他们在传递感情过程当中也不会到位。这样子跟我昨天看的电子版不太一样呢。现在它前面有年份了。02年、92年、98年、92年、98年、02年，这一天改多少来回？幸好我只有装，只有02年才改。对。四合，那村，四合，那村里把宅基地给我划在这儿，这两个活不让我在这儿干，那你什么？每天啊，我也会早早的那个到现场去做准备。提前呢也走走戏，让自己更快地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毕竟咱们要和一些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对对戏嘛，不能给他们拖后腿，也不能给自己拖后腿。要不是村里和乡里把宅基地给我分到这儿，你就是给我跪到地下磕一千个头。赵刚子，你不愿意给我做邻居，我还不愿意给你做邻居呢。要不是村里把宅基地给我分到这儿，你都跪到地下给我磕一千个头、一万个头，我都不愿意给你做邻居。俺媳妇上咱大太。在我走戏的同时，我的其他同事也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内容，开始为今天的第一镜拍摄做准备。这几天拍摄下来以后呢，除了我们这些主演，最让我敬佩和感动的还有咱们当地的村民们，每天都准时到达现场，在规定的位置做准备，
只要导演喊一声说是准备开始了，那就即使再疲惫，他也会瞬间呢调到了这个最佳状态。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演员的基本素养。于超是山河锦绣的执行导演，在山河锦绣的剧组，大家都叫他于安排。来来，大厨二两，来三位，来，二两大厨在这儿，从那个胡同里。好，咱们这儿。吃一个来，来，预备，开始。二两哥。一辆子得速度太快了，听听你俩这个，来。哎呀妈，大哥大哥，咱们上午怎么打断了？对对，打断了。我还有事。对对。哎，走走走走走了，走走了，走了以后。哎呀，二两哥，你往花粉丝那儿卖去吧啊！啊，停停。那我就说我老爷子那词吧，可以原则吗？对哈，对，所以能一来我就先问啊，我哥，我真是你老贷款啊，呀，你胆大狠嘛，我还不上咋弄？角色的最终呈现是需要反复推敲与打磨，不仅需要导演的指导，也需要演员之间的配合以及自己的内心体会。这个时候的演员也是在拍摄中忙碌的时刻之一。迟到那个酒，不，这次要赚啊！你俩就呆不呆啊？对，他说那个，你说你问他这个钱怎么花，那边说这买好种子，买好化肥，哦，往地里用嘛，哦，买好种子，买化肥，啥都能用得上，钱还没地方花。哎呀，对对对，你俩自己商量着，干交底钱。这手撑不厚了，给你还不上咋弄的嘛？这个态度不好啊，这态度不好，因为最终女孩太消极了，最终女孩都带了以后，然后真的填补了那块上。其实你来问他是求证你到底带不带，人一般都是这样，你带了没有？哎，你带完东西，你俩上赶着来的就是带了，稍微再磨叨一下说，哎，不跟你说了，我俩得忙去了啊，他俩都走了，他俩都走了以后，走了我就开始算账，我就想我带多少钱，然后元宝问他或者他问元宝，那算了吧，那你带不带？你带不带？我算一下，我带多少钱？能带多少钱？这会儿就是你们犹豫，他们没犹豫。嗯，要不就这，最后把你扔到这儿。我现在你问我，你带不带？我就算着你们，我粽子，我粽子得花。哎呀，二两哥，我粽子你不算卖，那卖去吧。我就走了。对，然后给你扔着，你这儿，我就走了。他就一个状态。啊，对对对。让我们看出来了，你想带。对对对对。啊，好吧，来来来，行，来来吧，来。那俩人画左路了，二两哥画左路，画左那个画左路，然后那两个人画左说。他俩最后的那一段短，我俩还能接着边儿跑过来。呀，你咋胆子大狠嘛？我还不上我咋弄呢？呀呀，属猴的不怕啥呢？他说那个那是贼偷了，或者丢了咋了？说你咋丢了嘛？你拿来你就用嘛。大家精益求精，一遍遍的打磨，一次次的磨合，只为拍摄出镜头的真实感。我那咱钱算拿出来用的嘛，往哪儿用的嘛？那花呗，你干啥不要钱？啊？咱以前没钱的时候能种地，现在有钱了还种不了个地了。那当然有钱种地都更好呀。我那花呗可慢嘛，对不对？啊，当然是。啊，好，让我把这个单子说了再打算。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就干六成了。好好好，那你位置行吗？那个内脏了，这看看。好嘞，来这边拍。预备，好，开始。哎，二两哥，今儿得是把款都带了。啊，钱拿到手了。拿到了。呀，你咋胆子大狠嘛？还不上咋弄的嘛？就是。呀，人家属猴都不害怕，咱俩怕啥？元宝，以前没钱的时候啊，咱穷的驴叫。现在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咱为啥不带？带着呢。那钱拿回来往哪放的嘛？放家里丢了咋办？钱咋能丢嘛？钱拿出来花的。花。啊。往哪花呀？卖化肥，卖种子，哎，干啥不要钱？以前没钱的时候能种地，现在有钱了，咱还种不了个地了。那肯定有了钱种地就好嘛。
但是我都还玩这个。啥呀？真是，你说你都是前怕狼后怕虎，你说啥都弄不成，你俩商量。俺去卖化肥去，走。你在那不？我在呢嘛。我算话这钱咋花了？你看啊，种子跟化肥。二两哥，你我化肥哪摊卖的嘛？啊，贵不贵去？他是我们的执行导演于超，于导在剧组的工作，他主要是以多和繁琐著称。除了这个现场指导，他还要给安排这第二天的计划呀，安排演员的时间呀，安排场地呀，审核道具啥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于安排，呵呵，这毕竟咱有事儿，我都得找他安排了。前面的位置往右手，右手啊，右手，好，对对对，那就是大一出去一个，来完整走一遍啊，可以了，来吧，来，抓紧来，快，这边一个，这边两边，往中间垒高垒平的就是。这咦，这活好干，这活小时候都干过。要说是安排啊，今天大家都让我给安排，因为他们要为我盖房子。你盖吧，来个给你盖。不是，这人家请领导你吗？领导你还小师傅？咋又是你俩啊？哥，我到俺三姨家看戏去，我戏没看完，咱这场上戏了吗？领导，还得跟我脾气贼急的在这盖房呢，这两活不让我盖。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盖不？啊？咋？你先人大事，我先人。那等你死透我还。啊，有丝绸，这两活让我盖，咱俩有丝绸呢。有啥丝绸的？我什么你大买的还是什么你妈？我什么你大啥的还是什么你妈买的？哎，好了好了，你先，你先人大事，俺先人。你见过你先人吗？好了。我去，那和主人商量一下啊，你坐去。人家不要的地方，让他带回去。好，带来啊。然后他们去商量的时候，让他们先说几句。老干部，你见没见着？没见过，听说了。听说了？你肯定没见过。我话就说见过，话上见过。其实我感觉是，你说先人能做爸爸也是先人了。我们长辈都叫孩子，都叫先人。对。老干部，老干部说快说完了啊！你们这边起。再起。你说这事怎么办？你说这事咋办？你今天把我这个强哥累不起，我就敢放你的气。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气是身上不能出啊。放你的气啊！不要开，我敢做，我敢。来试，预备，开始。赵刚子，给我出来，滚出来！我走，哎，像谁呀？不过来，你不过来，哎，赵刚子，哎，赵刚子啊，赶紧把你给我卷，给我踩了去，滚！你是个啥东西嘛？你叫我滚我就滚，村里把宅基地给我划在那，我就把房子盖在那。你不愿意跟我做邻居，你搬到城里，搬到省里去住嘛？呀！你这不亏你先人，你光知道呀！呀！你个叫花子小花呀，要饭的呀！你这脸皮啊，呸！你先人亏要人了，是看你这二杆子货，人都是你肠子这么短的，我今天才发现。那我问你，这得是赵叔和让你弄的啊？赵叔和，你个烂烂直属，我跟你说，今儿个阎王爷来都没用。你这干活把这腿上。我给你干！
慢点，慢点，把你给惯上吧。哎呀，你看这货，哎，咱也得评个理。不是，谁跟我说？谁跟我说过这事？啊？我真的啊，我要是不回来，我连就是。刘红，你今天把这房管理不起来，我放了你一次。好，就是我跟你说了，你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对的，累一回。最近这个天气热得不行，但是王子又不能不干，没办法，就只能辛苦大家冒着似火的骄阳，亲自为我盖房子。你给我把房盖好，我给你以后把墓搭好。墓搭严实点啊，这半夜我怕中午爬出来寻你去。来了，换下一个人呢。哎呀，这天热的很。山河锦绣拍摄期间，正是河南持续高温期间，地表温度达到40多摄氏度，剧组面临着战高温斗酷暑的同时，依旧高标准严要求的有序进行着拍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最不可控的，那就是演员这个意外受伤这事儿。今天林乃文老师就不幸被落石砸了头。
幸好没多大事儿，当时李老师就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赶紧就进入了拍摄过程。疼吗？现在感觉疼是吧？痛吗？皮痛啊？不知道啊。是原来的土还是咱弄的土啊？是原来的土。啊，原来的土，咱没加工过吧？把那个松动的东西，原来的土就都检查检查，以后碰到就没事。那个直接下来吧。我碰一下，下来了。快点，我叫上来，我快点。太阳，好东西。这给钱不？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不拿钱，你先玩。哎。你一辈子都不吃。还给钱的不嘛？没有钱。不给钱那谁去呢？人都忙忙的，你看旁边行吗？我忙着忙着来。哎，没有钱，没有纸红勺的命，没有纸红勺的。其实，在剧组工作的过程当中，意外受伤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意外受伤之后啊，我听到最让我感动的回答呢，那就是没事儿。嗯，即使就是再疼，他也会咬咬牙坚持下去。就是不报了。没有人受伤吧？受伤了。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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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啥呢？二娘子全村人都亲你不亲，是不是这意思？当领的还热乎。哎呀！哥，你这死扛我走的，你打人你，你打人！为了更好地保护演员，短短的一个镜头也需要导演与演员反复的对位，找到最接近真实感的角度进行拍摄。这样一下都可以，接触上再用劲儿。对，围好，来，你们几个围好，来，你们几个围上，围好，围好，开始。老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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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没事没事没事，不用扑，没事。辛苦辛苦，没事没事。来吧，大来了，大来了。哎，我说多少回了，你要是来做客，我欢迎你，我给你倒水。你要是来找死的，你出去！就是出去！出去！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是省里来的啊，我们是要挨家挨户的走访一下。我不管你是省里的还是市里的，我跟你们说，俺六家坪的人一口吐沫一个钉，从来不说假话。我们上报上去的数据都是实打实的。就是的，真是吗？不要假。谁有钱还把钱垫垫上？啊，这实不实的，我们要实力的考察一下，对不对啊？党中央一再说了啊。两不愁三保障，那是关系到你们每一个贫困群众的福祉，那是关系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脱不脱贫啊，我们得看了数据之后才能确定。你们看啥数据呢？那几个娃为了叫我们村脱贫花了六年的时间，人一辈子有几个六年呢？声音的嘈杂，激动的对白，是对他们台词功底的考验，也是对临场反应的考验。人家的工作流程都是这样的，人家不用给他打招呼，就是突击检查，这才显得公平公正嘛，对吧？哎呀，我就是帮着你上班去了。情况我都知道啊，人家考核组啊是国家派来专门考核风风娃他们扶贫工作队这个工作成果的，凭啥不让人家考核呢？啊！你考核就考核嘛，你咋偷偷摸摸的来了？就是，就是，就是偷偷摸摸的。啊！人家来之前还要给你发个寒带子。他
给我发不发函我不稀罕，他就请我屋里门，我给他不开门不欢迎，咋了？不欢迎，欢迎，那就最后欢迎。其实剧组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桥段，而这每一个桥段都需要无数的人去付出，也许苦，也许累，也许他默默无闻，但是每个人都在坚持热爱自己的工作，坚持热爱也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事情。正如演员邵老五所说，热爱是没有办法放弃的，它是一切的坚持下去的理由。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我是心里着急啊。山南县的木耳产业基地项目，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张嘉译、丁永岱等一批优秀的演员也陆陆续续地加入到了扶贫专项计划中来，为这个崭新的村庄注入了新的活力。什么事用我打和我就在你，对了，还有我也支持你。村庄柳家平有一个造纸术，对木耳大棚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他这人啊，看这土地比看命还重要，但你放心，他这工作我们一直在做。这是博文同志呢，刚刚从北京拿回来的，拿在手里啊，沉重得很。我们一定要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扶贫任务。出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个平凡人都值得被尊重。也许整部剧从头到尾，你也不曾看到他们的面容，也许就算把他们放在你的面前，你也不曾相识。但是，没有了这些人，整个剧组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有条理地进行工作，整部剧也不会按时呈现于大众的眼前。他们就是最辛苦、最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而他们的名字就会停留于剧尾的短短几秒钟。历经暴雨酷热，夏秋交替，山河锦绣终于迎来了杀青大吉。他们有过欢笑，他们有过受伤，他们有过汗水，他们有过疲惫。在秋天，他们收获了更多的成就与喜悦。
三合金修好看的很，三合金修聊咋了，没得很，你就看吧，带着家人一起看哈。赵刚子一生不平凡，脱贫致富跑在前，跟随时代的小步伐，共掠山河锦绣的大中华。祝电视剧《山河锦绣》杀青大吉！热烈祝贺《山河锦绣》杀青大吉！祝电视剧《山河锦绣》杀青大吉！《山河锦绣》杀青大吉！《山河锦绣》杀青大吉！《山河锦绣》飞天飞！有啥嘞？杀青快乐！随着杀青的离别，我们也即将迎来《山河锦绣》的灿烂绽放。即将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强档播出，让我们一起期待《山河锦绣》的灿烂绽放，同时得到更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一定是意犹未尽，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据说很好看栏目将展开对电视剧《山河锦绣》的探班之旅，我将带领大家去探究更多精彩，更多惊喜，敬请期待。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据说很好看，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好了，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据说很好看，不见不散，再见。